睡着。由赵今麦、郭俊辰、张嘉译等主演的都市剧《少年派二》正在热播中。该剧延续上部剧情，讲述了四个昔日同窗好友与他们家庭虽各有困扰，但都在朝着幸福生活努力的故事。在上一部中，钱三一从高中起就喜欢上林妙妙，只是大大咧咧的林妙妙没有察觉。等钱三一鼓起勇气要向林妙妙表白时，钱三一大学教授突然离世，这让钱三一备受打击，于是一整天泡在实验室里，把林妙妙一个人扔在机场好几。钱三一的突然消失，从此让两人形同陌路。林妙妙埋怨钱三一的不辞而别，为挽回林妙妙，钱三一重新回到江州。但再次见到林妙妙时，钱三一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相反，林妙妙为其钱三一官宣与学长恋爱的消息，这彻底伤透钱三一的心。钱三一明白林妙妙说的是气话，为了哄好林妙妙，钱三一开启追妻火葬场的剧本，对林妙妙随叫随到。经过一段时间相处，林妙妙终于认清自己感情，两人说清当年误会，终于走到一起。当晚林妙妙还把钱三一带回家，两人在沙发上甜蜜接吻，正式开启同居。林妙妙还以身相许，关系迈进一大步。对此你有什么看法？欢迎评论留言。